高总您好，我是酷莎的经纪人，您指广告片的档期我们已经调出来了。来了。哎哎，坐吧，一起练练。啊。吸气，呼气。那个我们吸气，身段要软。保持平衡，坚持锻炼。哎呀，高总啊，要么我们还按之前谈的来呗。好。哎呀，下次我们要不边唱边聊吧，我比较喜欢唱歌。没事儿，你要多练练。好，一定一定。你为我不知道